钟欣桐原名叫咩名 ？A. 钟迪珊 ，B. 钟嘉丽 ，C. 钟欣娇。A 啊。香港一年有几多日系公众假期 ？A. 十一 ，B. 十五 ，C. 十七 ，C 啊。日文海老的食品即是什么？哇，好难啊，这个是不是海草那些A 大子 B 海带 C 是蝦。咦，我觉得不会是前面那两样，没那么容易啊。 C 蝦。邓建云在当他做新人的时候，他拎的奖就是银奖，新力军银奖。那金是哪个？我大概记得的选择题 A 周杰伦 ，B 方力申 ，C 张家辉，是 B 我记得好像。No， 定系张家辉啊？咁好少，唔会啊 ，A 啦 ，A 啦，周杰伦啦，我好唔抵啊，哎哟。搭巴士的时候最多可以给多少钱毫子啊？十蚊 ？No。A 两蚊 ，B 是五蚊 ，C 是八蚊。咁我就觉得是 B 啊 ？No。好惭愧啊，唔知道是不是 C 啊 ？No。吓，净系可以俾咁少嘅就系原来，小哥以前成日都俾好多噶，原来是两。